宝强，反应慢，嘴笨，没关系。然后那个反应迟钝慢也没关系，最重要是忠诚，最重要是忠诚，忠诚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对，就说刘德浩，如果是的话哈，就是是的人一定很会说，很会狡辩。因为我没做，我也不会去说，我也没有去想去怎么去圆去编。没做，也不会去设计怎么去掩饰。没干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去伪装的。如果做了，我觉得我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。因为做贼的人一定是心虚的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